李老师下个价了，给买五卖。哇、三哥你又发达了哇，这脖子是又戴绿，手上这戒指也是戴绿啊，这个卖不卖？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，能不能借我戴两天？带两天要装备的，完了，看来关系还不够铁啊。晚上是没带你去洗脚，不说了，晚上走，我安排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破费了。不要不好意思，客气了嘛。我和你是兄弟嘛。哦，地瓜哥，哦，妈嘞呀。哇、这个漂亮哦，这个多少了？这个杨绿的先来了。这我也不知道说要用。一万二。一万二高了呀，这不是兄弟了是不是？不高了。好兄弟在心中。买出的货，大哥，是不是？我也不能说了吧。如果你真心想要，我也给你一个价，好，卖价啊，卖价，一千八。哦，你乖乖啊，不说一千八，来，给你一半。不要下个价了，一百五，卖。一百五卖了已经。这个买卖了已经，你都卖了。没呀，我这个一百五拿都拿不了，去买的乐都拿不了。加一点，一百八。破费都要200，你给我180。180，不说了，180是吧？你发我也发。卖。哎，对了嘛，三块，来转钱。nine。来，180吧啊，转过去啊，发财啊！哇塞，这里还是有漏捡的，发大财啊！